题，919的这个灾害的处理状况，我想我们已经有书目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那我们由我头上的报告这个书目。好，我的报告大概就是环保的真实状况，那我大概一个水系一个水系啊来说明啊。那这次呢，919的这个雨量虽然没有到莫拉克说2000到3000公里，但是它的一个小时的降雨量是集中的，是超过莫拉克的。所以在前线当中，我们就有1290公顷，从平北的高速一直到离港的米尔博瓦，到沿海地区，到连后来要台湾要走的林宋秋波那个最后一个晚上，这个保留地区的降雨量就集中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事先看到这个雷达波，已经陈天进教授说不能警告，果然是在这个地方，不在这里，所以我大概就按照水系来说明。高速上因为这个波平坑排不太出去，因为是爱寮溪这里的土呢拥高，让它排不出去。它现在比过去是高了两米，现在爱寮溪还没出去完毕，所以是造成波平坑排出去有困难。这敖伯坑，敖伯坑也是通到爱寮坑，那么波平坑排去这里也不受到影响。所以这里主要的情况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除了跟合川局要赶快请他出去以外，合川局就委托这个高速相关所跟美女相关所赶快出去，也就美女就把它出去完毕。那么特别是屏东市的排水太抓坑，我们就从对大连过去那个地方就往北推，事实上就是水量是太大了。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往下，这个地方，这个千禧公园这里，广东桥到这里，陈前一长陈进兴的家，这里的通水方面不足，我们要拓宽。同时，这里有一个水门，我们要改掉。另外，我们也要请施工所要考虑过去这里的这个未来公关组建说一加盖的地方。是要打掉，因为这个是从施工所施作的啊。现在如果我们说要强制打掉，会变成我们好像要参与这样的台子啊。那这个大概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开发片里头还有说到几个桥梁的阻碍，就是长兴桥已经维修，还有戏耍这三公顷已经含有什么情况改善。香岩桥的地方就是屏东市跟长治的交界，云仙桥也是。那我们各自请两个项目各自负责一个，我们要赶快呈报，因为消防所、施工所，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改善。那特别是无聊片设计，那电视要摆出这个，这里满泥片的开窗片的到往下这个。无聊片往下是没问题，但那个错排区这里是有问题的，在六合桥这里用塞了。那万里溪这里是就上游和下游的问题。台桥片是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一直往下，因为整个长治沿途这里的水都是淹，一边根本都淹了，都淹干了，这也具体主人比较冷，这比较好歇一歇不了。那么它的这个台桥片大概是。10米的洪水平打一个网络，几单就两个人有几个几张三张，那个连出来有的三七将军一个账号换了，这个呢现在不在洪水平打，听不懂，就说一个小时下了多少公里的雨量，他就可能洪水，那下次我们应该赶快改善，除了改善以外，如果再超过雨量，会不会给还是不会？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做这个教育，否则的话，大家如果说我们整治完毕就不给水，天下没有这样子来保证的啊。好，那我想，这边就是这一次乌鲁木齐白区到这里侯威高大概黄金桥附近的5号6号排水啊，
这反而就弄出一点点，特别是骨肉性海水已经整治到东宁桥上，照道理啊，应该是昨天这次水量还是在东宁桥底下的骨肉桥这里，还是在一个上游从原本来的住房能掏的里面啊，所以我们都五号排水、六号排水，我们要赶快改善。那但是东港溪水系啊，东港溪水系这一次是雨量最多的一次。虽然我们在下游，我们已经有光复的抽水，这个成功抽水，但连万峦大桥那地方就几乎被停了。所以这次的雨量是集中在东港溪的集水区，东港溪排不掉，所以民众排水你连化不下，下点。到最前几天，自从下来到天华黑船过来的水就会下到港西，那港西倒是很倒霉，我一年淹好几次。我要跟先生讲，港西抽水站的那个街道，事实上是已经比东港西的河床低一米，就那个地方过去。就是淹水，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从源头到这个啊，这个追先流来到平化坡，它脸颊这里这个出产，我们已经得到机会了。现在设计中，年底就会发包。那我们希望明年的简单的工程能够把水仙桥这里能够拦阻和铺上台阶。不要过天，有话我讲，你知道，那就不去。我要努力，积极努力。所以整个地方，这里淹水非常严重，这里最大面积，这次是东港溪水系淹水最大面积的地方。真的是中宁排水，中宁排水还有关键就是平科大学这个涵洞，要不要让我们做？这是核心问题。我想要通过这个。所以这次平科大，虽然平科大前面的那一条这个马路呢很快水就退了，但是上游的中宁排水沟还是被烧掉。那在东港牛埔系的部分，那这次是减轻了，我们有一个牛埔分洪，那么也有发挥效果，大家都认为说没有效果，是没有发挥效果。所以下一次的工程，我们在这里会直接通到大鹏湾。那么第二期工程还会往上做，那么这里的这个东港第一大排三线的支持我们也在努力了，所以希望这个实际上是有总的治水的概念啊，是下游总治水的概念。那么林边溪在这里这次情况是改善很多了，但是我们明年还会更加改善。我们希望把东林边溪的左右两岸，今年的919我们大概到第三天才水退，我们要努力到明年降雨量，我们希望或者一天之内就把水退，因为这里5.5米里面还没有完成，还5.5米，即使没完成也可以抽水，这个5.5米可以。那这里的这个文字1号牌、2号牌这里的抽水站已经完工了，今年只是没有通电。用临时电，所以电源部门定制下有所跳电，啊，明年改善，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这个开播啊，养护运行最好，完不完毕的啊，因为工程就赶快就完工。那至于右岸部分，这个我们已经在找出好几个排水口，特别是从恒春湿地引到五孔桥那地方，我们新找到一条水路可以往那边走。传统的沙坑坎啊，那个地方我们也是找到一个排水。那希望林边大排的工程现在在进行，我们也希望不要让这里一淹水就3天、5天甚至10天，我们就在改善。我的排水系统是，你这个比较好，因为水量太大，所以让这个电信的